嗨，刚刚直播结束，今天是我过生日。然后今天过生日呢，我先看一下我们的场景吧。刚在直播间的时候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非常的好看哦，就是黄黄的气球，金色的气球。然后今天直播，因为大家在直播间里面非常活泼，然后我也做了自己的魔法考试，然后我的孩子出生，这是我今天在直播间，他是给我头一天生日。然后其次呢，今天在直播间我收获了很多队友的一些非常好看的一些物料，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天天顺利，像我就是像今天我的一样，就是收获很多。